贝儿。妈耶，怎么是我前夫？他来这儿干嘛？宝贝儿，一会儿去我前妻家拿完东西啊。谢谢老公。哎，老公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很难闻的味道啊？是啊。都离婚半年了，还拿什么东西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哎，等一下。谢谢啊。好的，王阿姨，我已经到这个王海燕家了。天哪，怎么相亲对象也提前来了？我也太惨了吧！大志，你把握住啊，这海燕可是难得一见的大美女。王海燕，不是，兄弟，你说的是403的王海燕吗？对啊，肯定是。哎呦，可只认识呢，我还是你什么妹子？看来你被那个王阿姨骗得不轻啊！我跟海燕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还真没发现她是个美女啊，不但不漂亮啊，听她身上。哎，一股味儿，哎，就跟这电梯里差。待会儿你们走，走。不行不行，我得去避避风头。林林，开门！哎呀，开门开门！林林，干嘛弄我？怎么这是？我不知道我今天有多倒霉，我遇见我前夫了，而且我又遇见了要跟我相亲那个男的。哦，我今天真倒霉死了，倒霉爸爸叠满了。那有什么怕的，来就来呗。嗯，你这香水味挺好闻的，哎，你快借我用用，可以给我身上的味儿。哎，什么香水啊，我这就是洗剂清洁剂的味道。哎，你这衣服上应该是洗剂没清理的原因吧，你给我拿。嗯，那我平时用的就是这个清洁剂，回头你拿回去用下。这洗剂如果长时间不清洁，里面的细菌数量可能比马桶还多，衣服不仅越洗越脏啊，还有一股味儿呢，穿在身上还会发痒起红点呢。那这个要怎么用啊？口红可以不买，但是这个墨蒙的洗衣机清洁剂，为了家人也要买。不管你是20岁还是30岁、40岁、50岁，你都会喜欢这个味道。为了家人能够穿得放心，用它杀菌、除霉、除螨总没错。王海燕，你别躲，我知道你在里边。穿。哇，好香啊！有那么好看吗？宝贝儿，哎，哇，你身上好香啊，特别是你身上的味道。你用的什么香水？我呢，只不过用了这个墨蒙洗衣机清洁剂，定期清洁洗衣机，洗出来衣服啊才干净放心。那你这个在哪买？点击头像进入直播间就能购买了，快去看看吧。